首先的话呢，我们第一个阶段就是把这一列好了，我们不要输出全部，我们就输出一列好了。那一列的话，你可以看比较一下到底有哪些差别哈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一、二、三，一直到九，所以可想而知哈，我们的第一行怎么写？第一行的话呢，当然我们就写一个 for， 有没有？我要取，我的习惯是后面那个是 J 好了 ，for J 好了 ，in range。那么刚刚我们也才写过嘛，哈，那范围的话一定是从一到九，可是九要下一个嘛，所以十，一到十冒号一下，好，然后接下来的话呢，我就把这个 J 放到哪里？放到这个九子乘法表的这个位置哦，有没有？然后它有点像一个模组，它前面一定是一层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我就把它 print 什么呢？print 里面的一个文字一定是一开始一乘上，那后面的话就串接什么加上 J 嘛哈，不过 J 的话是一个数字，所以记得要转型，那再把 J 放进来，有没有？那所以它放进来第一是一乘一嘛哈，啊等于后面再串接，串一个等号，两个相乘的结果再串两个相乘一样要转型，所以 str 然后把一乘上 J 的结果就乘七嘛哈。把它 print 出去，那尾巴的话呢，我刚刚讲过，这个尾巴还要再加一个tab， 所以这个 tab 的话也是一个文字哦。这个文字的话，表示方式是反斜线 t， 啊、哦，这个要拖一次元。那这个拖一次元实际上就是一个 tab 键，所以这样子的话呢，输出得到的结果就会长类似像这样。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，你应该可以懂那意思了哈、哦。执行一下，但是你会发现，哦，有嘞，但是问题哈、哦。哎，为什么它是纵向的？应该要横向嘛？那主要原因是因为哦，只要你是用 print 这个函数输出的话，它一律在尾巴会帮你换行。所以如果假设你不想换行的话，哈，那你记得在尾巴加一个参数逗点，跟他讲尾巴的那个换行，帮我把它删掉。尾巴就是 END，删除的话就等于两个双引号。那这个叙述意思就是说，哎，帮我把尾巴那个换行哦。帮我去掉的意思，意思就不要换行，OK 哈、哦，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啊，执行一下，有没有发现？这个时候的话呢，得到的结果哈、哦，就会是这样子，哎，已经有一个了，有没有？横向一列 OK 了，哎，那再来的话呢，如果这个一列 OK 之后的话，那如果我希望能够有第二列、第三、第四一直到第九的话，哎，那不就 OK？ 所以呢？再来就是再需要第二个变数，刚刚不是 for j 对不对哈？所以呢，再来的话呢，实际上就在它的外面一层，所以记得哦，这边可能要需要把这个 for j Ctrl C 复制一下，然后在它上面的上面一行，等于是外回圈加上一个回圈，不过这个地方可能要把它改成 for i 了。那这个 for i 的话呢哈？它一样是一到九，那记得哦，for 两个回圈哦，不能同一阶，所以记得把下面两行哈、哦、选起来，按一个 tab 键，放在它的下一层，意思是说我先产生 i 是一，然后再一到九，再回去之后 i 就变二，再一到九，哎，所以这个概念如果把它串在一起之后的话，那再来的话，第二阶段就是把什么，把刚刚的这个一有没有，就直接把它怎么样改成。i 就可以了，所以这个拿掉哦，然后改成这个，哎，一样是把它串在前面嘛哦，所以把这个我拿这个来改比较快啊，就是一样是先转成文字之后有没有，然后再串接一个什么，串接一个x， 然后再加上它的那个 j， 好，然后最后把它输出，哎，理论上应该看起来哈、哦。还有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一乘上 j， 把它改成 i 乘上 j， 哦，所以第一阶段 OK 之后的话，哦，第二阶段呢，其实就只要改什么，改一个这个，哦，然后呢，在这个地方把它真的改成 i， 这个地方改成 i， 完成了，OK，哎，有这么简单吗？哦，啊，记得哦，这个缩排可能要注意一下哦，这个本来是在前面的吧，哦，我把它按一个 tab 键，让它。在 i 的里面哦，哦，那执行看看，哎，看起来好像已经有那个味道了，
Ctrl 减一下，不过哦，这个地方会有个问题，就是呢，如果你执行完之后啊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哦，它其实是已经全部都接在一起的，所以变成说呢，一到九，哎，不，一，那么一到九，二的话呢，变成它也接在一的后面，三的话呢，也接在二的后面，以此类推，可是理论上应该怎么样？ 应该要在这边帮我换行一下嘛，你二不要放在人家屁股后面嘛，你就放在下一列才对啊。可是他没有放在，那为什么没有放下一列啊？因为这边要换，把它 Enter 一下。那我刚刚有讲过哦 ，print 本身呢，它就会带一个换行，所以呢，最后我们其实只要在哪个地方再加一个换行就可以了。其实哦，记得哦，在 for j 的同一阶，就是这个地方有没有？我就直接再写一个 print。 写在哪里呢？写在这个地方。意思就是说呢，我 for j 之后有没有输出完之后，我再加一个 print， 里面没有放任何东西，那指的就是换行的意思。OK， 好，所以意思啊，哈，我就是输出这边哦，输出到1到9之后哦，这个 print 呢，其实就会加在哪一个？加在每一个1到9的尾巴的一个换行，所以会加到这个地方，让下一个的2。 三通通都换到下一列的意思，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，这应该 OK 的哈，所以执行，哎，有没有？所以哦，这个地方本来它会接在一起，那因为加了一个 print 之后的话，它就每一个结束的地方就会加一个换行，每一个结束就加一个换行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最后呢，哎，就得到我们要的一个九子乘法表输出了，哦，所以其实看起来好像有点复杂了哈，但是其实主要是分两阶段。 第一阶段是先输出一列 ，OK， 好，然后再输出其他列，好，这样的话呢，我觉得会比较简单一些些哈 ，OK，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好了，这个程式的部分的话，是在那个云端白板上面的第几页？哎，在第5页的地方，好，在这里参考答案，好，我刚刚写的一模一样，好。